哇塞哇塞！哦，它可以只吃下面的木的地方，只吃这挑好的那一点。最后一颗了。外面的苹果，这个不好看。这个好看，这是唯一一个，唯一几个，好像只有两三个棕色的熊猫哎，它是特别中的特别，国宝中的特别，知道吗？熊猫，它是很特别的。这是爸爸。妈妈。对，它是很特别的颜色，别的熊猫都黑白色，它是国宝中最特别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棕色的熊猫，来，你看，棕色熊猫。